不要开灯。我们这个月水电、燃油、煤气，还有各方面支出已经严重超支了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这个月一定要省吃俭用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明天我们出去吃吧。不行，我们这个月既然已经超支了这么多，所以伙食都在这儿了，剩下的瓶子喝完了千万不要扔，我要留着拿去卖钱的。行了，你去厨房收拾收拾，我洗澡了。干嘛呀？一起洗，省水。你又耍流氓，你给我出去！超支了，年末啊。